风还蛮大的。来测一下风大一点的状况下飞机姿态的稳定度，目前看起来是还不错。今天的风其实在这里是还蛮大的。然后现在电压还有3.6伏左右，然后平均电流是大概15到20安左右。拉低一点好。再来就只剩下继续看飞快的话果冻问题能不能处理掉，就大致上这样了吧。现在已经飞了13分钟了，这样。